大家好，我是阿兔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两馆第一关，来到这边呢，看了一个大风车。两馆第一关呢，就是我们广东和广西的交界。大家看这个大风车，太给力了，就是风力发电。现在的话，其实风还不是极大，但是这个风车转起来的话，速度还是挺快的。据说呢，这个大风车上面转一圈的话，下面呢，就可以产生五六十度电了。现在我们往前面走，准备呢到这个风车的正面了，来看看，看到前面的大山没有？挺高的。现在我们的海拔呢，其实已经到了五六百米了。这个风吹的非常冷啊！大家看这个风车是不是很给力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侧面了，看得非常清楚。不知道大家看到我身后没有？今天还好，这个雾霾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后面的山呢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啊。我们呢在这个位置的话，这个风很大很大，很凉爽。马上就要上到这个风车下面了，你们看，哇，太大了，这根柱子，我的天，好像擎天柱一样啊，撑起了半边天一样。你们看，哇，太高了。这边呢，现在还做一个亭子，给别人休闲的。看看对面那个风车。其实呢，我们这边和对面那个风车的话，距离并不是特别远啊，但是的话已经现在隐隐约约了，有点模糊，看不清了。看到没有？风车的下面是这样子的。这里有个门，估计的话里面就是那个发电的设备啊。哇哟，原来这边准备盖一个观景亭啊，看到没有？这边的话还在施工，估计的话要开发旅游的。可以说是一览众山小啊！我的天，哟，对面那边的话就是草原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其实呢，这里还不是最高，还不是天马。